在你们刚刚在忙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已经先帮你们所有东西都试过了，所以这些是你们做的。对，我们直接给你们最终极的就好了，就是完整的东西就好。来来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我帮你。这类似麻油面线的感觉哈，有一点类似那个 feel， 所以你还可以再加油，加一下，加一下。哎，听讲会当青柠没有？我们先用一点点啦哈。你看嘛，老板只给你这么一点点是不对的。你看金红色的哈。我也想喝。好来。你看老板现在直接拿那瓶不敢给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它其实蛮香的嘞，蛮香的，不一样不一样。我喝到有那种很纯很浓的那个植物的味道，然后很香，很好喝哎。因为它是冷压初榨哈，所以你加了心，它这个油比较特别，好多油你进到你的嘴巴哈，会入口即化。再来也你两杯去喝鱼欢油哈，你是一点点油把它放在你的秋薄家，会不会在吸收？擦了之后，如果两分钟，它会完全吸收，而且外面又不会油。对，好，就完全吸收，好的油，这样再是最准的。哎呦，过瘾，哎呦，它喝起来，我被加米酸，加快完呀。鱼油的味道，哦，你觉得是鱼油？你有喝到鱼油？我感受到是一个植物的香气，植物香。先喝到鱼油的味道，然后吞进去才有叶子味道。哎，叶子，对对，植物的味道，叶子，我觉得真的蛮好。哎，可以，嘿，你先放干，我帮你。我们该发你的，你放心啦，这不能硬加果汁。你们刚刚做的吗？印加果汁，我们你用这样子，你用这样子。哎，迄个清香的感觉，香呐，清香的感觉。它明明就是加了很多油，但吃起来不会腻，不油，它很神奇耶。明明是很多油，但是就是没有油的感觉。觉得印加果油不错吧？我觉得很不错。星星果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可爱。那就把所有的筹码都投进去，来，都投进去。所以他们投完，我可以扣分吗？哪有没有啦？他们投完，我可以，我觉得好像这样可以拿起来吗？评审是公平的，真的吗？来，好，来吧，我给三分。啊，这么少啊？我觉得后面很好吃，但前面可以省略，我们直接吃就好。你这个这样不行，我们过程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运动家，过程是最重要，胜负不重要，结果也很重要，结果很重要吧？所以因为让你晒到太阳，你不开心，对不对？是，可能要提前带个外套。你忘了提醒了，我给你四分。哎，素瑶，对，你为什么？我觉得那个控窑的过程是一个亲子很适合来玩的事情，然后一起做出这样一道料理，吃了又很健康，然后就是可以家人聚在一起。这样应该要给五分吧？这分也要对。好了，我们是同一个。这个太见仁见智了吧？因为像这种女神类的都待在家里不出门，你给她一个控油，哇，可以控油。我跟你说，你是因为没玩过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女神都没做过这件事情，所以难得来次拍拍美照也是很不错的。然后下次就给你一组这样子，重点是拍美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接下来是有机会。哎呦，因为我也要来去做一个，就是你们应该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。贵。贵。就是贵了。哪一种？宝林奶贵有很多，安贵贵，安岛荤贵，安岛。不要管，我带路，我带你们去找，好不好？吴三贵，贵，好，走 ，Let's go， 我们去找贵。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来来，魏佳来，魏佳来，来来导游，导游。哦，姚琦，我就是豆油了。豆油，哎，好，大家好，哇，你好，哦，哎，你知影我们来，就这些人来哦，你就来。我唔知无呢，因拢听到消息家己来呢。干嘛呢？我背起来。啊。哇，哎，但是要爬到这边来还真的不容易。不容易啦。为什么会在这么深山里面啊做菜头粿？总共就是阮先生伊最爱食菜头粿。安尼。哦。啊，伊拢讲我逐项都会晓做，都袂晓做菜头粿。甲你抢，伊甲你抢着。对，甲我抢啊！啊，你无欢喜？无欢喜呢。他咪来，我生日时伊送我挑工去送我一台迄啥物啊？啥物？一台。对啦，一台啥？我。什么？你生日送你一台。哎，等一下啦！如果说生日哈，你的男朋友男人送你一台这个，怎么办？赶出去。赶出去了。这个很。夸张哎，对，但是外面如果印上 Chanel 还是什么的 mark 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也不行。犹豫哎，他犹豫，他犹豫哎，是用不到。哦，用不到，因为你不能说出门的时候还扛他出去啊。对，一请假给你上几下子。啊，上这个你只是要跟你讲，你袂晓做啦，你学起来。啊，结果你就生气，就咪在深山修行，伫咧无人打搅的所在，发明了一种
冷冷食嘛，最好食的粿。对啊。我毋捌听过，迄粿拢爱煎，哪有人冷冷的食？我的粿就是爱食甜味的。安尼，你哪个？真的。啊，恁的粿，你做的粿当中爱伊裹无？哎呀。所以有人去裹粿的。真的是裹粿。来，我上爱裹粿。哈哈哈。裹粿。我自读册时就裹粿裹到这样。哈哈哈。阿妈在做咧。我白讲。袂讲，即摆落大雨啊啦！你讲讲落，等下冬雷讲啊啦！哈哈哈！有即摆在好食的粿无？有咯，有。你好来。哦，哎，又要带我讲，又要带我讲。哎呦，来哦，做这回合啊你。我们要做是爱心鹅啊，出龟筋。哦，出龟筋，这叫做龟筋呐。龟筋，这就是吹粿一定要有这个龟筋。啊呢？哎，这叫做龟筋。龟吹。我猜，这个啥？龟板。龟吹，什么叫龟吹？一吹过一定爱看好，透气，对呀。哦，透气的啦，伊用竹竿缝隙要让伊透气，伊叫做龟吹哦。对，安尼起来，粿嘛有迄竹香味。竹香味啊，哎，但是你这边的都一直有一个木质的香味，哎，哎，你很流行哎，你知道今年最流行的就是木质系的香水。你刚走出去以后，全身都是木质感。哎，就是要这样。啊，这是啥？龟状，哎，你今麦在搞什么搞？我等下来做你。对啊。哦。做尾形，就是要跟那个假的一样。做尾形没在过呀。太年轻了吧？啊呢。嗯。热量最低的食物。哎。我后来发现是菜头粿。为什么？嗯，每一份菜头粿的热量，你去整个这样看下来，早餐店的那个的 menu 里面啊，最热量最低的是菜头粿。是吗？而且 CP 值最高。可是你们在早餐店吃到的那都是粉制作的。哎，我才刚要讲而已。我通常吃到的菜头粿，吃一吃我都会已经吃到会这样，我就走出去了。我们的菜头粿全部都是纯米制作，全部都是柴烧。我敢说你们绝对没有办法吃到像我制作的菜头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用比例。我为了要研磨这个菜头粿，你知道我倒掉很多这个。哦，你做失败就倒掉，你卖倒掉，你好挖嘛？是不是？他现在完全表现出哦，他对那个研磨机的生气。嗯。生日礼物收到那个 K 加酱皮，你要看没？你敢没懂哎？你有问一下，你用黑龙眼木来烧嘛？嗯。啊，你为什么不用龙眼木烧？把个木袂使，为什么要坚持柴烧？不用加速炉。我跟你讲，柴烧它的贵绝对好吃。柴烧跟瓦斯的贵。它除了有柴烧的香味，它的那个温度的控制，它不会跑掉，它会像温温暖暖，温温暖暖，温温暖暖，哇，夯嘞，温度一致，瓦斯是阳性的，柴烧是阴火，阴火吹出来的味才会好。哎呦，哎，学到了哦，哎，有没有？今天带你们来到的推荐的这个地方，真的很不一样，你们来学学看。好，来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会谁？就是爱下菜头，一个是削萝卜，削萝卜，一个是那个粗，那我要粗狼神，削萝卜，那你要选谁？我，你不是要我选他吗？还是我们抽钥匙？你们两个也猜，哦，我们两个也猜，黑白，哦，真的。哈哈哈！哈下菜头，我们不是削菜头，我们下菜头啊，他们是削菜头，这就拍出哎，走，我们来去出吧，解散，哎，刚刚接收到一个消息，他们那边说削菜头之前要先去劈柴，所以我后来觉得说，嗯，我们这是天注定的一个选择，来，怎么做？放进去，龟想，龟吹，哎，龟吹。然后要放对称。哎，怎么又都变这样子哎吼？会哦，哎呦！厨房后面再来会啊。哎呦！怎么感觉好像蛮简单的？对啊，我觉得好像 OK 哈。对啊，蛮 OK 啊。真的很难吗？没有，很难吗？你厨房全部都没晒啊！为什么？啊，都是白的。啊，你没晒？就你讲嘛。都是你来生气啊！就是我。啊，你只爱食菜头粿。哎。啊，但是恁某袂晓做。哎。啊，所以变食送伊。袂晓。哎呀。啊，即卖会晓啊袂？哎呀，叫我一流的啊！来，给你讲，这一层嘞，这一层哎，对，这个哦，来，这铺下去，哎，铺下去，哎，你先压平，压平，等下减一大，你安尼我啊，我给你夹袂使，我来就是要学的，那袂使，我来想做就免你啊，你。对不？那你来家就是要抢我家菜头粿，你就是爱要走啊！哎，你不要把你老公的气发在我身上。我真的蛮佩服大姐，
我18岁就嫁给他了。你要看没啊？哇，真的哈，你的不修心哈，想丢你哈。哎，你要想哦，她18岁嫁给他，然后一个女人在这样的地环境里面，然后怎么热哦，热成这样，辛苦啊，真的很辛苦。这边你自己用。真的很辛苦。台湾女人真的是真的棒，就是还是可以坚持。啊，都是我这样，你们都要啊，因为。服了。加菜头啦，姐姐要来教我们这个吧，这个比较轻松，我们理解哈。这个不用教啊。哎啦，还是要教。你会？是削皮吗？你别搞，我看外搞。好，先问理解。这菜头怎品种？因为伫南部美容遐有采访过白玉菜头啦。啊，白玉菜头小细条啊。所以要做这爱等多两支种的。系啊系啊。做菜头过等多两支种。啊，无你是白玉菜头起来较白啦。哎，现在做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好了。无敌打工仔哎，拜托，我们已经做好了。我们这边就下菜头而已。你们下菜？不是啊，你们是要劈柴？对，没。没有啦，要劈柴啊，有讲的，我们是过来看你们要去劈柴的。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们是东西下菜头，我们是来帮你们。对哦。我们来拯救你们。我们是来拯救你们。你要来帮我们劈柴哦。你们真的选对了，原来觉得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因为你们要劈柴。但我们觉得这样的菜太过意不去。于心不忍。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去劈柴。所以你良心。如果你又输了，你就削菜头再劈柴。跟他猜。我猜吗？看你看你。我运气比较差。跟他猜。居然是来了一个棒球队，那就野球拳了。我不会啦，刀来，走你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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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剪刀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，有没有？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我们是来救你们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有两个人嘛，对，还有一个要猜啊，还有一次机会啊。啊，剪刀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。Pricing 哦，所以是这样的，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来救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救赎了你们，我们帮你们削菜头。够了，你刚刚说要去劈柴吗？乖，为什么是我？不是那样搞的，是这一边吗？这一边是你们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拉着。有一车呢。哇塞，真的是来救我们！你们就削太多了，削太多了，削！我们被拿没了。去！好。哇，这。你把它拔出来，过来！哦，我抱过来。的手臂。啊，你这个太了！哎，还是阴性的。对，你就用在体质的。火有阴阳，有。那水有阴阳吗？有。真的吗？对。那肝有阴阳吗？还没。好，帮我剪掉。好，你跟讲到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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